点呢，就是八卦阵。我会不要进了八。一八年嗰阵，唔记得先讲五毛先，嗰阵搭东涌线，我特别。二年嗰陣都冇特別啦，二年啊，嗰陣都準備好就私身翻準，第一張電腦。上年試訊快出咗啦，唯一要習慣嘅就係嗰個 ABS 嗰個有攔截嘅限制啊嘛。如果你今日喂，如果你依家對比起上年咧 ，ABS 係徹底咁樣飛啦。就有冇諗過廿幾年之後嘅那個 APS 居然連火箭炮都擋唔到，只可以擋個塑料彈空爆。雖然知飛火箭炮個堆嗰類型嗰啲嘢全部攔唔到嘅，唔係即係調翻轉飛火箭炮全部都攔到。我話你個 APS 已經冇撚用啦，係啦，聽人哋好似話你。嗰有一日更新咗之後咧，你熄咗跨平台官方嘅 port 模式，但已經玩唔到噶啦。因為你記得一般都係一個人開衰嘅喎。但係咧，佢有一日更新咗之後咧，你熄跨平台，例如我玩呢個坦克嘅咩戰爭。三即同嗰個空域同嗰個載具一樣啦，即係飛機有坦克車，另外一個毛又揸架坦克車，都係玩三張地圖啊嘛，24個人。原本一個人開始嘅，點知變翻要湊夠4個人先至開始。我咧都係冇諗過，他直接擺爛咧。係都要湊夠4個人，每一個人都好鬼死 happy， 但你仲要用4個人。不過話俾你聽，依家使一至多至又有團隊死鬥，團隊死鬥就係最後一個希望。現在我都要準備這個英文的 assignment， 因為他說你要自己天馬行空的 FF 一件公看我們師傅的一件那些 black product， 但是問題是說什麼呢，我又不明白。星期三交，最後知他今個他這個星期即是19個星期4份，對我來講4份功課要交。第一份就是英文，第一份是4325，第一份是交的。不過三份應該 ChatGPT 可以搞得掂，因為他都說 你做他那份功課是不可以抄錄史的，最多可以借鑑錄史一些小的證據。跟住禮拜三嘅 email 三文咧，同埋禮拜四嘅電腦 EA project，
你都係同我講過，咪話貼吧有個 post 講我嘅，嗰個人就話結就話啲揸親車都四百過一千，咁都通常都係四個人出事啦。誒，真係冇估錯，即係你記得我之前講過，咪話佢個 post 見到嘅，原來係佢嗰個網站登 hiding 收埋咗咯，即係實質上嘅佢係仲喺度嘅。不過他沒有打我後面那三個數字，真是他 Kuda L2CL 那麼鬼，對上一次見到他好像是玩曝光的，不過他沒有對我沒有下梁萬花同林花爾呢，喂你都是很喜歡躲在躲在個頂那裡，然後對林後面又不行，對他們又沒對冧了我兩次 T 的用武器，然後後來他又在萬花堂你想在那裡撲我，後來我聰明一陣跳過街，然後對冧了他，喂他拿著那把 V29 不要以為近距離可以秒一架 秒 AC9 啊，我未能見過有個人呢射死一個人之後勁冷沾沾自喜，他不是第一個啊，他應該是第一個，即是我貼巴結來的，雖然之貼巴對我來說是一個小學雞的小學生的句子一點，小學生 那些可以說小學生，可以說 你幼稚園都不如小學雞，可以甚至可以小學雞不可以叫幼稚園，貼吧嗰啲嘢，你又講話同佢攞咗佢嘢，因為全部都係嗰啲 po 都係無厘頭嘅，又話自己個 notebook 點解打唔到夜四，想關我撚事咩大佬？你到底討論啲好嘢定討論啲柒嘢？請問？睇得過《奧斯圭圖灣》啦啦隊就知啦。反而咧，我覺得啦啦隊不，你喺跟你去球場，唔係，雖然應該係棒球比賽，你入隊基本上唔係睇棒球比賽，基本上嗰啲攝影師個佢嗰個 focus 咧都係喺邊度咧？啦啦隊咯。你話啦啦隊跳舞打氣冇問題。可能我想的東西比較簡單，一般的啦啦隊好像小學那樣拿著那些花在那揮來揮去，那些加油努力加油努力那種就叫啦啦隊，但是台灣那種是就叫說話是令是完全變質的，很多人說喜歡看，但是對我來說是變質的，第一你整到好似你嗰啲衫著得勁少，做啲跳二舞咁樣，你同我講啦啦隊，你不如佢跳二舞啊，就算
唔係唔係話剝削人哋自由啊，係到底我係喺棒球場睇人哋打波啊，定係睇啦啦隊咧？到底啦唔係 sorry， 到底嗰啲棒球手嘅嗰個狀態同觀眾有咩關係咧？又或者啦啦隊對住觀眾跳舞又同個棒球比賽有咩關係咧？都講得冇錯啊！台灣係一個，如果你話最難聽嗰句，台灣係一個賣肉嘅一個地方，係咪都係你知啦，大好多你台灣多男妹喎，又之後講法就係啱講過賣肉或者賣性感嘅都有特別多，邊星都多唔話俾你聽，十個裏面有九個係中意嗰啲十八加嘅嘢。你係想暗，你係想show出嚟，但係又暗示嗰種啦。不過都冇用。有個英文老師，竟然係model，我想你教撚英文咩？條條片都係接近十八加，真係好十八加嘅嘢。唔通我同我假設我係佢，我係佢老，唔係我係佢學生，唔通我show條片出嚟話你好撚性感嘅？